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谢谢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这个美妙音乐。我想，当老师最喜欢看到就是学生的成就表演。所以我每次都盼望着我们的同学的公演，一方面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就，二方面又可以欣赏音乐，这是一举数得的哈。谢谢大家的支持啊，也盼望我们的支持，让我们的同学能够继续以音乐会友，以音乐陶冶自己。刚刚我们一个朋友讲，音乐是最能够抚慰人心的，是最好的治疗对自己治疗，也对我们医疗工作人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我们的病人最好的方式。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谢谢。那我们下半场的节目就要马上开始了，那请还没入座的观众朋友呢，就赶快入座。千羽，你有听过生命骑士吗？哦，我知道那个，我超爱的哎。把骑士放在平底锅上面煎煮，让它慢慢融化，附着在鸡腿上面最棒了，表面焦焦的，还会卡兰奇。哦，你晚餐没吃哦，有没有这么饿啊？我是在说马斯卡尼所写的歌剧《乡间骑士》。《乡间骑士》呢，是意大利写实歌剧作曲家马斯卡尼年轻时的成名作。故事发生在西里的一个小农村，退伍士兵图拉图和村女桑普查定下婚约，可是又和已经嫁给车夫的阿尔菲奥的旧情人洛拉相好。妒火中烧的桑普查向阿尔菲奥揭发了这件事，却造成了阿尔菲奥与图拉图两个人的殊死决斗。而这段有名的间奏曲呢，就是在当桑普查知道爱人即将可能死去，内心的后悔与愤怒难解的复杂情绪下缓缓响起的乐曲。那就让我们赶快来欣赏这首好听的乡间骑士啊，不对，